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是来介绍一个 instant noodle， 就是传说中的 ghost pepper instant noodle。听说讲很辣，所以我就买了三个来试看。所以我今天带了一个特别嘉宾，一个大帅哥。Hello， 他的名字叫 Calister。可以。他是一个 dancer 来的。他今天被我拉下来试这个 ghost paper 的 instant noodle， 听说讲他比那个新用的两倍辣面还要更辣，因为他的辣倍指数有大约一万个辣度吧，不懂是真的是假辣，因为我这个人是蛮能吃辣的，所以要试看到最后。这个是真的是很辣还是假的辣，因为很多人都讲辣，但是有时我吃的那好像那个鲜用卤的我吃了还好而已，他们讲很辣，我吃了还好，他们讲很辣。你觉得鲜用卤的会辣吗？鲜用没有吃过耶。鲜用你没有吃过？没有吃过。哎呀，很塞的这样。我不会吃辣的。这样下次你要试看了，这个你真的要 try 看，他们讲很辣，所以有 challenge 这个是 challenge， 就是说我 challenge 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喝水，不要喝牛奶，但是你可以啦，你可以，我可以啦，我可以，我不可以。你可以吃，你可以喝水，你可以喝牛奶，但是我的挑战比较严格一点，我就是尽量不动任何的水和尽量不动任何的牛奶，就是把这整个吃完。他的没有吃完，我的都吃完，所以我就挑战这个今天。假如他吃不完，我帮他吃完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OK， 我们开始。Brother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试吃，说我们先看里面是怎样的，长得怎样的。我看你看呀看呀先看。喂，里面就哎大力，这个是我从叫朋友特别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。哇，它里面的面很特别，里面的面很特别，是黑色的，是黑色的，看到吗？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它的面很特别。它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包辣酱。这个应该是传说中的 ghost pepper 的 taste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试。来，这个坏掉了，开太大力了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拉出来。就好特别，没有看过黑色的。对哦，没事。对啊，应该是来演示，还没有这样辣啊。加烧水，可以拿来，再来。来三个，下面就加烧水，来烧啊脚，就加到它这个某一个的位置，然后穿起来。哦，那盘嘛，盖着那个盘，然后就好像，快熟面的原理吧，三分钟，我们就等三分钟吧，三分钟很快过。就一起等三分钟吧，来一起倒数，倒数，看起来，可以，等三分钟，三分钟后再见，拜拜。现在还有剩下两分钟三十秒，我们继续等，两分钟三十秒。TikT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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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会怕吧？会怕吗？很怕。很怕，没，我没有吃过，没有看过人家。没有看过人家吃啊？没有看过人家吃。这个是只有马来西亚有卖而已，新加坡没有卖的，是一个很特别的 instant noodle。假如你吃了好吃，你可以 intro 你的 friend 来吃。应该不会好吃吧？多辣，这个辣，但是有那种辣味的爽，不一定。会不会太辣？不会辣，它是一种听讲是稍微麻辣一点，只是比麻辣还要辣一种而已，只是不会说很辣，我觉得。会辣到很夸张那种，因为毕竟是一个 instant noodle 嘛，假如太辣的话就没人买。两倍都挺辣的，两倍都挺辣，这应该是高过两倍，比两倍还要高一点点，我觉得，所以值得挑战一下，因为它就写应该是很辣的，一万度 YOLO， 可以 challenge 一下，下次假如好吃的话，就再叫朋友从马来西亚带过来，就分享给大家吃。在马来西亚卖多少钱？应该是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ringgit 5.8。
五块八，应该五块八就等于新币的两块多吧，嗯，两块，大概就是不错的，嗯。OK， 三分钟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的水拿出来。哎呦，好黑啊，很黑啊，哎呀，射一下，汤都变黑了，射一下。看起来不好吃哎，看起来不好吃，像恶魔要料理这样吗？有味道吗？有味道哎，挺香的。对呀，挺香的，应该是很香啊，没有想象中这样辣、啊。应该是不辣啦，骗人的啦，有可能是它面辣，因为它面黑色的面辣，骗人的啦，我觉得是骗人的，它面黑的，香香，也是蛮香的，其实有点怕，有点怕，我们男人大丈夫不要怕，对，说的好，一口大大口的吃，等一下一起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我慢慢吃，你慢慢吃、啊，小小我先试一下。就一个料，就一个料哎，就是很简单，没什么都没有了。哈，就面那样、啊，就面的面跟那辣椒，要试一下。我闻得到，我要哭了。哇，呛到！我的嗅到就呛到了。哇，还没吃哎，还没吃哎，来要开始。OK， 我们来开始了，来，大家准备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 ！One, two, three。嗯。为什么眼睛疼？加会辣吧，吃的时候还好啊，然后现在呢，然后现在舌头有点麻，后面有点辣吗？啊，辣，会辣吗？真的辣，真的辣，再干杯。啊、其实这个面没有什么味道，它除了只有一个辣的之外就没有什么的、其实蛮好吃的，但是我彪悍，我不喜欢，也不喜欢，因为太辣，太辣。哇，果然啊，名不虚传，对对对。还留在 舌头到喉咙那里还留着那个辣味啊！所谓讲心静自然不辣，不辣，我要告诉自己不辣不辣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不是人吃的。可以，可以。啊！看到我嘴唇吗？没擦口红了，好像擦口红了。哇，真的是，我不可以讲话，我还可以讲话。哇，我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哦，讲话都很痛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多一点内用。哇，喝两口，多两口，多两口。好，陪你吃啊，陪你吃。哇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哇，哇！哇！老师说放你嘴巴里面的时候还好，那个魔你咬你咬你咬，就完蛋了。咻的就哇哇哇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后面那个啊！哦牛奶。哇，喉咙真的是好像。辛苦了，我们这些神人都是为了影片而牺牲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你们要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点赞、点赞、分享，还有的小铃铛要记得开。哇，我们真是冒着生命去拍的这个影片，哇，真的是嘴唇都在抖哎，我不可以了。可以了，我喉咙最后一口了，哇，最后一口了，阿西哥，最后一口了，啊，呜，啊，哇，来，最后一口，干杯，干杯。完了，老大吧，完了，啊，所以现在可以喝了，所以现在可以喝了，喝吧，嗯，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还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挑战完，还有这个吃完了吗？哦，我讲了，要挑战两杯，讲真的啊，真的真的，我们讲到做到了，不要命，不要命，哇。两分钟前我们吃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哇，吃这么难受啊，这是第一食物啊，这是 ghost pepper 啊，哇哇啊，最后一口，哇，真的最后一口完了，啊，哇哇，赶紧喝吧，赶紧喝吧，哇，真的，啊，喝喝喝喝，喝完喝完，还有还有，特地为这个买 HL， 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就在下面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谢谢你们，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